大家看到的是中加对抗赛的第六场比赛，中方选手来自辽宁创新俱乐部的刘大成，蓝方选手是来自加拿大的蒂莫西。好，这个蒂莫西他的爸爸跟奶奶都是广东人，所以他的母语就是广东话，广东话。他有中文名字叫老伟昌，这是他正确的中文名字，姓劳苦功高的劳。好，现在回到擂台上，在体重上呢是由这个蒂莫西比较占了优势，因为刘大成这次比赛他就是80公斤，那对方是82.78，占了一定的优势。好，在上一场被李飞打败的是我们的蒂莫西的师兄啊，看到师兄被打败啊，应该是内心非常难过的。在整个的这个对阵当中啊，我们中方和加方的运动员，其实大家最不看好的就是刘大成，因为觉得他这个对手太硬了。是。蒂莫西取得过一系列的荣誉哈、啊，很多拿到过很多的很好的成绩。他们出去打比的锦标赛、啊、也都是蛮辛苦的，因为晋级到最后的冠军赛啊，都是经过已经5天到10天的，所以蒂莫西。蒂莫西在最后一天都会说啊，他全身除了脸之外、啊、其他地方都受伤了。那言下之意啊，也是他对脸部的防守是特别的好的。对。在蒂莫西的职业战绩当中，他的 KO 率也是极高的，我觉得。是。其实去年他就到国内打过比赛了。那时候呢，这个国内的对手比他矮，所以相对的，我们的蒂莫西打得很放松。对。今天的话呢，刘大成呢可不会让他那么放松了。是的，刘大成现在这个状态也在慢慢的回升当中，因为他已经成了家，有了孩子之后，说现在可以把这个主要的心思就放在练习自由搏击上了，他想再坚持一下。再把这个搏击事业做得更好一些。是。哦，小前腿漂亮。那今天刘大成呢，不管全腿都是表现得非常的好。但是看起来蓝方蒂莫西也是胸有成竹，也连续的腿法进攻。像这个蒂莫西平常戴眼镜，我本来以为他是近视，快问他，他说没有，他说 20/20 就是在老外那边20/20就是我们的1.0正常的意思。哦，那他是为了凹造型啊？对。所以整个第一回合来讲，我们觉得大成的发挥也是挺好的，是啊、哦，打得非常出色。对，虽然对方很硬啊，这个蒂莫西。哇！而且你看蒂莫西这个表情，这个动作，非常的沉稳，有自信。好，吃了一拳。好，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。哦，这拳好猛。
哇！因为刘大成知道我们的蒂莫西都会往后仰，所以特别的延长了他的一个拳法的距离。现在看这个蓝方蒂莫西啊，眼睛还是非常的锐利，紧紧盯着刘大成。哦，打到一记迎击。但感觉这奇怪，蓝方都把他吃下来了。那刘大成那拳是很重的，对他抗击打能力很强啊。碰到了肩击部位。好，这个蒂莫西其实也非常有意思啊，就是他跟师兄都去国外比赛嘛，为了省钱会租那个小公寓，然后那个他的师兄德里克跟他女朋友住房间，他小弟呢就只好睡厨房，一睡都要睡十天。这一下踢的有点重啊。对，好，按照我们的规则的话，这个时候他休息调整的时间是最多有五分钟的时间。是，再多训练，再多训练啊。OK， 好，来，发。好，比赛继续进行。是。哦，哇，双方交换了位置。现在开始，蒂莫西面对我们的刘大成的压迫啊，可能有点开始招架不住了。蒂莫西的眼神死死地盯住刘大成，就看他接下来要出什么招。是，因为蒂莫西他想打这个节省体力的方式，那想做防守反击，不过看起来没那么容易哦。对。被刘大成都直接挤进去了，牙肉你不达到了吗？其实牙肉举足，他们两个其实有一个相同的地方，就两位手拿的都不高。对，在蓝方以前就是拿不高的，因为他就往后仰。大家要注意一下，这个蓝方的高扫是很重的，所以刘大成特别注意。对，现在我们的蒂莫西还没做这个高扫，都在拼拳。就是在赛前的准备的过程当中，刘大成包括他的教练张涛也有在研究，说是不给对手这个踢腿的这个距离，是是在防着他这个高扫。你有看过那个腿很恐怖的。今天刘大成的拳是非常准的，赚这个分数都赚饱了。对，那我们这个蒂莫西就是因为手拿不高，而且丢了很多分哦。哇！高扫出来了，小心！出大口，出大口 ！Good， yes。大家别让他出腿。那现在蓝方蒂莫西的拳都是用点的，还没发力，他可能想把力量集中在他腿上。对，又是一记。哇！一比一，双方各一次。哇，这个挺重的，是，挺重的。好，调整一下。对不起，我等一下。感觉这一下好像比这个蒂莫西刚刚受的那一下更重一下，要重一些。好，这是我们中加对抗赛的第六场比赛了，而目前呢，我们的比分是中方战队领先哈。可能是因为这次这个加方也是做了充足的准备的，但是呢，受我老是讲说受这个时差的影响，受饮食的影响，可能多多少少发挥上会没有在主场的时候那么的好。对，就算请也是没办法了，因为比赛不一样了，那么是的，就是要尽全力。好，比赛继续进行。现在看到刘大成一上场还是苦瓜脸了，应该还是很痛的。对。还有十秒。再度到了局间，刘大成赶快去恢复一下吧。看这个蓝方蒂莫西就是往后仰，我们的刘大成就想办法打进去。对，哇，很漂亮的弧度。
横移中的一个中扫啊，加一个后手拳。双方各一次。刚刚我们看到慢放啊，其实慢放编导都很厉害啊，在短短的局间内就是要赶快上一局的那个精彩动作把它剪出来。是。哇，双方踢得太火爆了。那蒂莫西的这个缺点就是组合太少了，他都老想用比较省力的打法。有的时候这个可以一招制敌哈，但有些时候还是基础的，我觉得还是组合是最有效的。对，他那种打法对一般人可能可以，但对刘大成那种功力比较高的就没用的，刘大成压着他打。这个刘大成只要防着他的那个腿就行了。啊！面对我们非常非常有自信的蓝方蒂莫西，我们刘大成相对的是冷静。对。刘大成继续压。继续在控制。对，蒂莫西的游走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。这个就是动作太少了，对，而且他高扫踢不敢做。整个局面真的就被刘大成给掌控了。是。代表这个赛前刘大成研究的也相当透彻。没错。最后那个扫地很重啊，刚好只踢到了刘大成的拳套。这个时候其实刘大成可以再加紧一点这个压迫，他就不要觉得对手在他的掌控之中了，就放慢了这个节奏。现在蒂莫西都是玩跑跑，对，他就不想受伤，还跟你玩跑跑。他没有像上一场那个师兄被逼到就只能拼拳了，是，还不跟你拼，打了就跑。没有时间了，加油！哇！这场比赛呢，这个蒂莫西用跑跑战术跑了三回合，是。你的刘大成也苦苦的追了三回合。现在宣布比赛结果，一号裁判30-27，二号裁判30-28。
三号裁判30-28，比赛结果黄方胜。Winner！